今天你是做夜市的，哎，做夜市很辛苦哦。怎么又人类？请说。需要更多金矿。好，只好用那招了。你们知道我要用哪招吗？喂，工作交工作时长。请说。金矿不足，你不能盖在那里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发就啊啊！换一下。喂。天降鬼。需要更多的补给站啦。坏消息吗？出发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金矿不足。发生了什么事了？啊？兴致缺缺哦，有时候兴趣不能当饭吃啊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喂，发生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人的欲望是随着你的身体的体能。你的采矿单位饱和了吗？当你身体好棒棒的时候，你的欲望就会比较高啊。石头可以用吗？当你开始衰老，身体比较差的时候，欲望就变少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发生了什么事了？需要更多金矿。这堆石头可以用吗？每天6:30，靠北。不是那种欲望的靠北。虽然我没什么欲望，但我天天都是一柱擎天。无情的死神来了。指挥中心升级完成。这对干重要工作是吧？你的采矿单位吧。我对工程车准备完成。这值多少？哦，金矿不足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的确如此，同意。在路上了。工程车准备。部署建筑好了，也太久了吧？高干嘛？我喂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哦，你放手一搏。他的攻速要好了，我要赶快走了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指挥中心升级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我正在这金矿能量，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金矿不足，对死干嘛？对死神感到惧怕吗？需要更多金矿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换上干嘛？我工程车准备完成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感觉我腰腿可以慢一点。这个流程感觉。腰腿好像可以慢一点，没那么急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你有工程车准备。附属建筑完工。附属建筑完工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是。啊！工程车准备完成。这。需要更多的。紧急起飞就绪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干。准备，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啊！你吓到我了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工程车准备完成。你。工程车不能。
地狱狂欢吧，咱们就这么做吧。副主建准好了，立即起飞就绪。工程车准备完成，工程车准备完成，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请说，坏消息吗？哪里比较热闹啊？说吧，老板。附属建筑完工，高能瓦斯不够了，准备好的药。谁要一些？需要更多金矿，这堆石头可以用吗？让开，要通过了。整装待发。好吧。想尝尝我的厉害吗，小子？哟，你干嘛？按照后。准备好。这最好是好消息。谁要一些？金矿不足，冲冲冲！外饱和了吗？我金矿不足，需要更多的研发完成。整装待发，让开，要通过了。你准备好了吗？这最好是好消息。哎，下场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挨着号码。白痴，打靶怎么那么强啊？难怪我被人类这招干死那么多次，超智障，没有毒爆就是等死哎、欸！太有实力了吧，这招怎么那么强？出了攻略了吧？只要闭着眼睛出枪兵跟火车，然后站要站的时候把他那个火车站起来，好不好？原本都趴着，突然站起来了，一柱擎天就可以把对方干死了，有点实力。哎呀，不要六点半好不好？跟二郎一样站起来变战狼，这样就会赢了。需要动脑吗？流程随便乱做，把打针跟那个枪、那个盾牌升好 ，A 过去，太有实力了。骷髅背起来，什么桌子扶起来，整个房子都扶起来了。有毒爆，上次有一个有用毒爆来守，他还真的没守住。有蟑螂的话应该是最好守的，但是他用蟑螂打人类的真的不多，还是有啦，但是不是主流。起码我打到现在真的没遇到几个蟑螂，几乎都是出狗毒爆、飞糖这类型比较多，蟑螂真的不多。蟑螂会比较好守，如果是对方是走火车的话，蟑螂比较好守。可是我刚刚火车转一转。我火车不一定会走这样子嘛，我前面几台火车，其实他如果不侦查，他没有看我家长什么样子，他根本不一定能意识到我是要这样打。我之前打重组的时候，那个人类我都有过去看呢、欸，我的王丑还有飞君看，真的说真的看不太出来说他是不是要这样打的。枪兵也不用什么控啊，这个 A 过去，你枪兵就是打针往一那个火车人的后面跑滚就好了，就甩到火车人。边甩，然后边往火车人的背后走，让火车人当坦，看超强，火车人还可以补血。他没想到会站起来啊！开玩笑，我这招一柱擎天流不是开玩笑的、啊。